所以这就是爷爷每次都嫌弃他的原因吗？事业如此成功，拿了这么多冠军，吃了这么多苦，家里人还是不能理解他吗？天气太热，你中暑了。前面叫你都没听见，所以我就喊了你一声。不是，你刚才下面比了什么？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我说你一定很辛苦吧，让你在上面等我。你看，听我说，我不反对任何关系难来的亲热，但是在公众场合要注意影响，要不然被人看到笑话怎么办？知道了，你疼一疼。听我说完，我是个男的，我不怕吃亏，最后吃亏的都是你，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啊。好喝吗？还可以，多喝一点。搞什么？就放小孩出去玩十分钟，回来怎么就这样了？小敏，跟我来。还行，你带大家继续训练。没站稳。干嘛？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啊？不会啊，这里很好玩的。其实。酒店一楼大堂，你从后门出去有沙滩，你可以去逛逛。想吃什么呢？喝什么？直接挂房上就好了。沙滩呢，是几个酒店连在一起的，你别走丢了。不会的。出去还有电吗？有很多电呢。假如你手机弄丢了，你就先回答。你怎么跟唐僧似的，啰里吧嗦的？我又不是小朋友，肯定不会丢的，你放心吧。我给大家买了水果，你给他们拿进去吧。烟在这儿，我只给你买了一个。拜拜。走了。一会儿找你。有人给你们买了水果。有人是谁啊？